真的20年来第一次意外，我刚刚居然从高台跌下来。我在考虑要不要跟你们分享一件事。不要是吗？我的工作人员摇头。我分享一下好了，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这么自然。但是我不希望我这个分享导致后面的表演你们看了会害怕，因为刚刚其实在 Bad Lady 唱完之后发生了我人生真的20年来第一次意外，我刚刚居然从高台跌下来。然后我要谢谢小马，你一定要站起来啦，是他把我抱着的，谢谢。其实我的手跟我的脚都受伤了，非常的突然，然后又要在时间之内出场这样子。对，但应该还好吧，分享这个应该还可以吧，可以吗？好，没事没事，回去会看看伤势怎么样。我比较怕姚妈妈会不开心，因为她一向就是最害怕我做危险的事情，但是刚刚那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就是一时踩空了。我一直觉得踩空这件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，但没有想到20年来我的第一次来了就是踩空。非常的危险，但是没事。